如果没有龙腾卡，三个小时是880块，超贵的。今天到底可以来一个衣服？亲爱的，你来到刚刚真的不应该去吃大家的。对，这个是 Prada 的头等舱贵宾室哦。头等舱才能进来的、哦。对，就是它。就是如果。也不是啦，它的名称就叫头等舱、哦，就是它里面比较好的。我们一个人，他刚刚有说有那个马莎鸡，有这样哦。我们一个人付了220块港币，四个人880块马币。OK， thank you。OK， thank you。然后这间贵宾室最特别就是可以按摩，还可以洗澡。哎，听说有龙虾哎。你说可以吃龙虾，对，吃龙虾是当地人的，超酷的。可以吃龙虾，然后他们两个对龙虾没兴趣，因为他们俩贵宾室啦。对啊，哇，我们因为他们已经很瞎了。对，因为我们的飞机是7点的，对，刚好有3个小时的空档。我们想要来这边舒压一下，可以，真的很需要。对，因为我们等一下是非常长途的旅程，有11个多小时。对。今天就带大家来看一下 Prada 的头等舱贵宾室，感觉真的很不赖。他叫九妹哦，刚好九妹在帮我们刷卡。这边是路口，然后一进来这边有个很大的吧台，你要喝什么？它是一个圆形的圆弧，你可以喝一圈。喝一圈，我想喝啤酒，先应该要点啤酒好了。哇，有威士忌耶！哎，这感觉很高级，这包。阿萨伊哦，我想要阿萨伊啊！这一圈都是点心、饮料什么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刚刚有说就是酒类啊、点心类都是在这一区，那里面是吃饭的地方。这个是 Pink Room。对，然后这个是 Wake Me Up 叫醒好吗？是什么东西啊？它有写啊，它里面有加 TWG 的东西，哦，好特别、哦。然后做新加坡茶，然后加橘子汁，哇，好酷哦！可是我现在想要点一个啤酒，它都不过来，那我们先走一圈好了。好，这边是啤酒 Whisky， 然后再过来这边。这个是什么啊？就是它会有一个味道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哎、啊欸，好特别！这要怎么说？哇，这边是一个酒吧哎，这边几乎所有的调酒应该都有。我觉得这间贵宾室它有一整区 TWG 的柜位，我觉得很酷，而且它的 TWG 是有结合调酒，所以我等一下来喝喝看。TWG 在做啊，它甜点也很多哎。对啊。那可以看一下，它甜点超多，颜色很缤纷哎。对啊，真的超棒。那你小孩看到还得了？没错。咖啡啊，拿铁，你也可以给他点，然后帮你做。You want this one? Yes. Pick price is 应该是吧？我觉得应该是。他还倒给你喝。我看看什么味道，听着。它里面有加 TWG 的茶、欸，哎、欸，好特别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很香哎、欸，你闻。这是茶味，真的很香，很香，超级香，這個、跟你想的是不一样。有那伯爵的味道，对，茶味很酷，对啊。完全没有酒味，好香，好好喝哦。对啊，很像果汁。这个女生会被骗哦。谁去就是饮料。我们刚刚进来的时候，他有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兑换10分钟的按摩，在这边。到时候等那个圆形 BB 机响的时候，就可以来这边按摩。吧台进来这一区啊，就是休息区，并不大、啊。有人诟病说他这个贵宾室啊，没有什么躺的地方，躺对，就是比较没有睡觉的地方。对啊，他进来就是休息区。像点餐的这些。对，你看很多青菜，它有优格，上面是优格吗？它就是装好一罐一罐的药进来。这样感觉很棒哎，很像超市。对，你要什么就自己挑自己选。这什么啊？这好像四季豆。这可是不是，这一定不是。这不是吗？不知道是什么哎、啊。这个青菜也有浮夸到。对，好多。然后我们再往里面走。There's light in the darkness.
you just gotta give your eyes a chance to adapt。而且这边可以用点餐的，对，它有另外一个点餐区，包含在那个一个200港币里面哦。对对，真的很划算哎。其实这样真的你，因为其实香港消费也不太便宜，如果你来这边啊，你可以洗澡，又可以按摩，又可以有 WiFi 充电、休息、吃东西，其实非常非常的划算。那是因为我们花200啦，如果正常多少？800块的话是3000多，太贵了。哦，他这里有特地有写，你在这边已经有含一道主菜，可是你要第二道主菜是要收费。他有送西班牙黑毛猪火腿一克，他有早餐，欧陆制的早餐，然后还有红酒牛肉面、宫保虾球宽条面、泰式咖喱鸡、三文鱼西京烧。素的牛肉汉堡包，这个是他说的这个黑毛猪吗？应该不是吧？应该是，应该是哦。应该是，感觉很适合配酒啊。我有跟他点了两杯红酒，因为我刚刚说我老婆是酒鬼，然后他就说一次要两杯。对对对，我一次都喝两杯。对，这样才喝得饱。相信的底下留言。相信，猜的，这应该是你人生最后一次吃黑毛猪，试试看吧。其实也不会很奇怪，我刚好吃啊。真的吗？什么味道？其实它就是火腿，只是每一个国家腌制的火腿的方式不太一样。对，其实我里面觉得最不喜欢的是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西班牙的烟熏的什么火腿，他送的这个，我觉得这个还蛮好吃的。嗯，黑毛猪。这个我喜欢，就是它还就是咸咸的，然后配一点饼干啊、起司跟红酒，刚刚好。我们又没有过什么结婚纪念日，也没有过什么生日，今天我们就当做过什么日？双十国庆啊！上次双十一啦，天猫快到，我们今天过双十一。双十一光棍节吗？光棍节，你要跟我离婚啊？你这个太精致了吧？对啊，你看上面这个红红的，就是什么？菜瓜布。菜瓜布给你吃。你先放着，我等一下看是什么。哎呦，跳！我被气死了。啊，我的也来嘞，这个是石锅咖喱。谢谢。连那个摆盘都很精致哎，这样子这个很像一克，在台湾可能一克也要1000块，1000块左右的。你这个是米老鼠通心面，我女儿最爱吃米老鼠通心面了，对不对？你不是很爱吃这个？我觉得有怪味。你觉得有怪味哦？这个你不行，好吧？那我们再分你，好不好？还有你的好可爱哦，你的汉堡，你的汉堡，它的是迷你汉堡。这个红萝卜这么多放在一起，超怪的。这个儿童汉堡看起来也非常不错。然后小朋友还附了一个这个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那个，这个色素太多了吧？有点。哦，这个咖喱好好吃哦，感觉它是用鸡腿肉，而且我女儿刚才点那个通心粉不太满意，我等下分她吃，一点点辣，没有很辣，好吃。这个摆盘真的很精致，用这个石锅，我也超想要吃。吃这个吗？牛奶，真的。我觉得它这个看起来超好吃，我觉得最好吃的是你这一个。它写牛腩面，可是我没看到面啊。对啊，面在哪里？底下吧。没有，下面是马铃薯。身为美食评论家的你，这一块牛肉是最重要，我觉得其他的都没有比这一块牛肉重要。肉非常软，一切下去就是。这一看就知道是好吃。我天哪！哈哈，点错了吧？不是，这个就是有一丝有点像台湾好吃那种牛肉面的那种感觉，就是牛肉面的那个牛腩的味道。我要吃，这一看就好吃。我真超难吃。好吃吗？给我吃一口看看，拜托。好吃吧？哇，冷掉可是还是好吃，好吃。嗯。早知道，大家如果来这个贵宾室点牛腩，牛腩好好吃哦。拍走吧。多拿一条毛巾给你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洗澡。Thank you。那是大概25分钟。好 ，OK， 没有问题。你有在机场洗过澡吗？好像没有。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对呀。你看，它这边有个马桶。马桶，你怎么了？马桶是偷偷的，妈咪最喜欢的偷偷。马桶。马桶。你觉得他厕所感觉怎么样？他整个是黑色的，对，好小。香港贵宾室的洗澡的地方通常都很小，对啊，你看超小的。可是他设计，开了。对
对啊，这边有这个是洗手的，还有乳液，而且它整个是这种黑色系的啊，其实非常的舒服。这边有个淋浴的地方，淋浴旁边就是一个马桶，我觉得这马桶好像有点太大，占整个面积啊，真的太大，有点不协调。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那个就是，就是那里很脏啊，就是然后卫生纸，然后沾那个，然后就会变得很干净。厉害哦！这边一个是一个洗手台，洗手台上面有个镜子，水杯、毛巾、牙刷、卫生纸都有，毛巾跟这个吹风机。啊、好啦，它多大？哦，被吹走了，被吹走了。有很大，就是它有个缺点，要一直按着那个。对，好了，我要洗手了啦。你真的是，快点。呀呀呀呀呀！刚洗了。我要洗澡了。游泳这里啦，你要去哪里？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游泳，你洗完澡舒服吗？舒服。舒服。妈咪呢？亲爱的，欢迎去按摩了。好紧张哦。对啊，超紧张的。我跟你讲，按摩好不好？等一下一按，如果力道不够，他一按你就会想笑。真的真的，因为他就会觉得扭滴扭滴啊。如果力道够，你就不会。这样子吗？对，就是有些人说按，然后有那种这样，就没有用。这边就是他按摩的地方。哎，换你哦，你按。对啊，好，你等一下按完再跟大家讲舒不舒服。好，好，拜拜。等会见。那你按摩完觉得怎么样？觉得很爽。是不是觉得按摩十分钟太短了？洗完澡然后按个十分钟，然后上飞机睡觉。很棒哦。太完美了。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行程。觉得这钱花的，我们要去漫长的旅程。对，下一趟就是加航的香港飞温哥华，好长，要飞11个小时，对不对？我回去会更长，要15。不过我们做好了万全准备，你看。我们就是一副要睡觉了，已经是呈现睡衣趴的，所以你那天没了，我那天没了，不会这么刚好吧？这是运气不好而已啊，真的。很夸张。我觉得我快有一个绰号，叫做“老爸拉拉脸”。好啦，给这间贵宾室一个总结，就是如果你有原本就有龙腾啊或 PP 卡、啊，不要去一般的 Plaza， 来这个 Plaza First， 因为在香港机场啊，一般的 Plaza。真的人超级多，不过你是坐国泰航空啊，我觉得就不用来了，因为国泰航空在香港的贵宾室真的超强。今天影片结束啊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啊，不要忘记追踪我们的 IG 哦。我们明天见。你说我推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为什么突然放个行李箱？就是我推了。今天你很厉害啊。我不推了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拜拜。We don't care about the others. You set my world on fire.